你们几个想要通过独掌权前往延波，只要我再任一天，就绝不会让你们这么做。但如果是别人当拳手，或许可以。小姑姑，你认真的吗？你若是想带他们去，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上次的拳手试炼你逃了，这一次你还要逃吗？魔界危险重重，若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，还是直接放弃吧。不，我不会再。族长，我请求再次进行拳手试炼。好，若你能通过试炼，终身不得离开拳隐村的惩罚可以暂缓执行，并准许你接着调查四年前。但若你不能通过，便立即接受惩罚。桑游，我接受。明天一早我会在独掌拳入口等你们，今晚你们歇好。暂缓实行，那就是将来还是要进族。我看还是我去同桑前辈再谈谈，毕竟你是为了救修吾才犯了村规。哎呀，你们俩就别操心了，现在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要去魔界找小秋啊。我先带你们去休息吧，小姑姑也把客房收拾出来了。有劳了。对了，我们村房子不多，要委屈月姑娘和小晴挤一挤了。不委屈，正好我也很久没有和月姐姐一起说悄悄话了。是我们套了才是。那我，你和我住一间，你还想和两位姑娘住不成？试炼搁置多年，是因为不清楚独掌异动的原因。现在你提议重启拳手试炼，可是查明了异变的真相。长老，四年来阿尤在外调查，终于掌握了可靠的线索。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查证，但我相信，离真相已经不远了。选拔拳手是村中头等大事，不可等闲视之。我知道，所以阿尤必须通过试炼，才有资格担起这个重任。桑游，桑游，桑游。跑出去玩，看来又皮痒了是吧？啊，好险！昨天逃了长老的异客去抓兔子，我就知道小姑铁定饶不了我。还好我一早就躲到外面来，不然又得挨打。人呢？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今天是小姑姑的法术课，现在回去简直就是自投罗网。哎，反正都出来了。不如打几只山鸡，拿回去还能哄哄小姑姑。桑游，你简直太聪明了，不愧是你。喂喂喂，别跑啊！跑啊，你再跑啊。嘿，打中了，我是天下第一神射手。要是学法术能和抓山鸡一样有趣，那我一定就不会再逃课了。哼哼，要真那样，我学起来保准比莫大哥还厉害。哟呼，四只山鸡了！哦，对了，再打一只送给苏恩长老。收了你的礼物，他就不……小姑姑是村长，又是独掌拳手，不
不是应该忙得团团转吗？唉，怎么还没有这么多时间盯我呀？果然在这里。莫大哥，看我抓的山鸡肥不肥？你小姑姑在村里到处找你，你却跑出来玩。她天天逼着我学法术，太闷了，还是抓兔子和打山鸡好玩。拳手试炼没几天了，你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，玩心要收一收。收什么呀？拳手肯定是你，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。法术，我不爱练。他一直都把我当成小孩，其实我也不比他小多少。要是我当上了拳手，那时候村里人就不会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了。他也……哎，穆大哥，要是你当上了拳手，会不会向我小姑姑求亲啊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看到你枕头下面是小姑姑之前给你绣的腰带，她给我们俩一人做了一根腰带，可从来没见你戴过，我还以为你弄丢了，没想到你那么小心的藏起来。你翻我东西，你小子，莫大哥，你真没眼光，看上个母老虎。臭小子，给我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，莫大哥，我求饶还不成吗？求饶了！莫大哥，又是这个梦。你醒了，师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我这就来。还有。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？是昨晚没睡好吗？没事。时间不早了，出发吧。阿优哥找到媳妇了吗？不知道。莫大哥，你不想家吗？我一定会通过拳手试炼的，连同你的意志一并完成。各位村中长老，四年前毒瘴动荡，以致拳手试炼一直未能完成。今日桑梅请求各位长老恢复选拔新拳手之仪式。准许。村中适龄者若有意成绩独仗拳手，需通过天赋测试才有参加试炼的资格。桑游，可愿参加试炼？我愿意。可还有人要参与试炼？没有了，阿尤哥，我们都看好你。对啊，阿尤哥，你一定能通过的。你们，桑游，试炼者需互助进入天坑深处，由泉眼选择下任拳手。但如今只你一人，这种情况历代未见。可不可以让我们和阿尤一起去？好吧，这次特许你的朋友们与你同行。真的？但考验你必须独自完成。是。阿尤哥，加油啊！谢谢你们。莫大哥，如果你在的话，
在行动之前，我要先交代几句话。毒瘴泉虽有天下万解，但也有天下万毒，有不少毒物是外界前所未见的，若不小心会酿成大火，你们要紧跟着我，尽量不要触碰任何东西，以防发生意外。拆开来就算三道菜了，放到一个盘子里就是一道，民风朴实啊，慢价更高。哎，也对。毒瘴泉眼在天坑谷部最深，这里是天上区域，天坑周围长了很多药草，只要小姑子进去就可以下去。不过仅限于这里，再往下是闹钟的。上吧，精妙的一击。
来吧。相见不必，一样。去。来吧。我因为师姐在身边，叶姐姐和。